分家吗？哎，宝，你想回彭叔叔家吗？不想。他说不想。他不想，那你就理会呗。二爸，你想回叔叔家吗？啊？回奶奶家。回奶奶家了？奶奶家现在回不去哎。你回哪个奶奶家？啊？开你们要不花钱，谁花钱你就。好，姐。不。啊！怎么得你啊？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。你输了，这个算什么呀？输这个。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。好。三局两胜，还有一局。快点！最后一决定输赢，快点，加油！快点，确定是最后一圈了。还有一次机会，快点！比赛开始。艾玛就不。艾玛，那你的艾玛耍赖，不来。艾玛耍赖，艾玛耍赖，你不来了。我今天出宝贝。好，再来一遍。好，加油。剪刀布，把它开布，快点了，我喊开始就开始了啊，十，做好准备啊，做好准备吧，石头剪刀布。阿宝耍赖了，阿宝耍赖了，不算他耍赖，他是耍赖。哎，把鞋子可以别压了，是不是？你喜欢在这里玩石头是吧，艾宝？那你就住在石头上面。这个不，哎，不能丢啊，不然打。这个不能丢哈，很重的那个。好了，你继续玩你的石头吧。那今天怎么弄？今天耍赖了，他赢了。不要这样撞妈妈，等一下撞倒了，知道吧？宝宝再见，嗯，等一下，还有什么？妈妈说带点菜过去啊。这么多鸡蛋、鸭蛋。嗯，洗给自己打的，洗给。好的，谢谢。两个西红柿介绍给。好吧。
好，谢谢妈妈。可以，好的，是麻烦你两个都坐到最后一点的。嗯，把你们两个坐好一点啊。吃个鸭腿。你啥子啊？准备吃个鸭腿。而且都吃不得，真的，昨天吃了就今天就不吃了哈。我昨天没吃鸭肉，我那天吃的，都不吃，今天吃鸭肉。还有其他菜吧，应该，给他搞点吧。爱爸吃鸡腿。把那个大的给他吃吧，先。刚好你们不是牙痛吗？给他吃。你给我割下去。我又割牙齿了。里面的都是水的。爸爸说，来加一个啊。嗯。好，再来一把。二百让开一下，二百吃，吃一下，二百走开一下。把鸭腿拿着吃，它啃得动吗？打过照。在吗？给拍呢。好。也好吃。你看它刮了都刮了。啊，爸爸。不要。不要。给我。你那个羊肚子，你给，你要给，我要给你，你吃。哎，把它嘞。你看，你要给，你看嘞，把你过来羊肚子挤来。我要这个，我割鸭子。二百的呢？怎么放到他那里去了？不易，吃不吃冬瓜？啊？冬瓜不吃？那吃什么菜了？啊？看一下明天给你弄点什么菜哈。你不喜欢吃
这样子吗？嗯。那明天吃鸡腿就吃了啊。对。好吧。那不要去过年吃了，行了。真好吃啊。